汤比鸡汤更鲜，如果加埋萝卜就更加香甜啦。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巧记都煲到一个香浓嘅鱼汤，咁就系用街市最常见嘅鲫鱼同埋萝卜，咁就可以做到噶啦。做法：首先将猪骨飞水、萝卜去皮之后，分别切角同埋切条。鲫鱼用盐略腌，平底锅爆香姜葱，再将鲫鱼两边煎至金黄，加入胡椒粒，放入鱼汤绑好，加埋猪骨、萝卜、萝卜干，用中火煲两个钟头，隔走汤渣之后成为汤底。咁跟住将适量嘅汤底放入萝卜条，煲淋之后调味，跟住将鲜虾、豆腐、虾干、松茸等配料煲到虾熟，咁就食得噶啦。